Effect Boy。今集开箱的是大川孝佳的 Twinkle Plane 七线版，虽然看下去和六线好像没什么分别，但其实很多细节位都是不太同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首先最大的分别就是那个 Terminal 七线版是用了 ESP 的 Figure 3， Pick Up 是 EMG 的8185七线版，而 Fingerboard 的 Dock 七线版是用闪粉的 Dock， 而七线版是得9-22格才有 Scallop。咁咧，同六線版一樣啦，都係有個簽名嘅證書啦，同埋有三塊披巾翻嘅。配件都係一樣。七线版咧会多咗个9W电位嘅，因为系用 Figure 3嘅，所以咧个 block 系同 block 都系 Type 2弹弓啦，都系一样高图嘅 locking tuner。终于储齐三支啦！喂，嗱嗱臨訂閱啦，多啲人訂閱先有動力拍片㗎，有血有淚㗎。